拍摄写真的赵薇，穿着一件天蓝色的真丝吊带睡衣，整个人充满了慵懒的气质。坐在一堆书中，赵薇光着脚捧着一本书，就好像在自己家中一般，十分的休闲。最让粉丝们关注的是，赵薇此次亮相身材又瘦了好多。在采访中，赵薇分享了自己的减肥经历，并且透露自己曾在一个月里瘦了20斤，决心真的很强大。大家也很关心赵薇的减肥方法，到底怎么做才可以这么瘦这么美。对此赵薇表示，没什么秘诀，就是管住嘴，少吃一点，和工作人员彼此监督，互相鼓励，最重要的就是毅力了。再次瘦回来的赵薇，最后拍出的写真效果自然也是相当棒，颜值也重回巅峰。网友们纷纷评论，看起来还是好年轻的样子，女神真的不会老啊，所以说瘦是饿出来的。